有多少人是通过新疆炒米粉认识我的？好，这里是看过的，已吃过，我是张喜喜。我们今天要吃的是新疆炒米粉。上次很多小伙伴说想看我在家吃新疆炒米粉，我来了。然后还有个必备的奶茶，我还点了一个没有兴趣，只对我这碗粉比较感兴趣。哎呦，我勒个去！我这个口水来了，哎，闻到味儿没有？哎呦！哎呦喂！我已经很久没有吃炒米粉了。我以前在家至少一个星期至少得吃一到两次吧。你看这个酱啊，挂满了每一根粉。骚骚的一批。是不是好久没给你们科普新疆话了？有多少人是通过新疆炒米粉认识我的？我还炒了青菜，其实你们可以炒点青菜进去。哦呦，好吃的很啊，真的。还上头嘞。太好吃了，好幸福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Milk tea， 我点了一个雪糯米。看看这碗粉，来暴击一波，哦，真的很香，好吧，你们有机会去趟新疆吃炒米粉，不为别的，吃完炒米粉。啊，这种辣是辣的很爽，辣的人非常舒服，就你喝酒喝到刚刚好那种程度，就很舒服。非常舒服，它这个辣劲一会儿哎上去了，但它一会儿就下来了。